好，那我觉得这个题目也很简单了、哦。来，那个同学，你看我这边，我们不妨假设这个正立方体，它的每边的长度是多少 ？x 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假设它每边的长度叫做 x。我们课本是用 s 吗？你看一下我尽量跟他用一样的符号。哦，他假设 s 公尺，对不对？好。哎，那我先来算这个哦。哎，请问你租金是多少？100。哎，租金呢、啊？这个应该是多少？100 x 的几次方？3次方。对 ，x 的3次方，对吧？这个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看这个防水漆要花多少钱？来，防水漆应该是要写啥？300怎么样 ？x 的平方。对，300 x 的平方，没有问题。那请问你防水封条要花多少钱？800。为什么是800 x？ 200乘4乘 x。这个200再乘什么？4再乘什么 ？x。所以是几 x？ 800 x。哎，没有问题嘛，因为它四个边嘛，对吧？啊，每公尺200元嘛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很简单，这个列式应该是不难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东西哦，哎，大家一起来看哦。容积要小于等于1000的立方公尺，嘿，来这个东西，你告诉我，这个容积是多少 ？x 的几次方？3次方。x 的三次方要小于等于多少？ 1000。然后你应该知道这个 x 本身是长度，这个 x 要怎么样？要大于零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很简单哦。所以从这边你应该可以先看出来这个 x 的范围在哪里跟哪里之间，要大于零，小于多少？小于等于10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哈。来，那这个防水材料费跟租金的部分哦，哎，请问你防水材料费是谁加谁？这个这两个加起来嘛，所以就是300什么东西？300 s 平方加800 x 加上800 x， 然后要小于等于1/2的租金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问你租金是多少？对，100。x 三次方，其实同学写到这边，你后面都觉得很轻松了，因为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单纯的数学问题啊。我觉得这种题目最讨厌就是前面叙述很冗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而已。来，我们来解一下，哎，这个东西怎么解？解这东西还不简单吗？100。这里1/2的100，来，这个是多少？哎，这50嘛。OK， 然后这个50，我们再可以再把它处理掉。这个可以怎么处理？我看一下。这个50消掉，所以这边变多少？6。这边6，然后这个是多少？800除以50是多少？16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东西我稍微整理一下，它就变成 x 的几次方？3次方，再减掉什么？减掉6倍的 s 平方，再减掉什么东西？16x。然后要大于等于零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同学接下来怎么样？我们就把 x 提出来哦。提出来之后，这里变成 x 的几次方？平方减掉6倍的 x， 再减16，大于等于零，这没有问题吧？我就后面这个就顺顺的做嘛。然后再来这个叫 x， 来后面这里可以十字交乘吗？S 减8，然后再来是 S 怎么样？加2，大于等于零，哎，对吧？这个很简单了、啊。然后接下来你就按照课本的说法，你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你就画图嘛，找它的截距，对不对？它的截距有谁？有负二，有零，还有谁？还有8。哦，然后从右上角开始画，机穿我不穿，穿不穿？穿。穿，穿，就这样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都没什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正号区、负号区、正号区、负号区。这个题目问大于等于零，所以它要找什么区？正号区，包括它的端点都要哦。所以你从这里，你应该发现你的 x 的答案要怎么写呢？要负二小于等于 x， 然后怎么样？小于等于零，或者是你的 x 要怎么样？大于等于8，对吧？然后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接下来也是一个重点。我这里算出一个 x 的范围，
哎，仔细听哦。然后刚才这里又有一个 x 的范围，如果用专业术语，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两个范围要取什么集？交集。但是这个交集是集合的运算，下学期才会交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个范围要对，而且这个范围也要对。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用看的，我建议你，你干脆还是画图好了。来，这个是零，这个是十，对吧？大于零，这是空心。小于等于十，这个是什么心？实心，就这样连起来，这不会很难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是大于等于八，所以这里是八，大于等于八，这个是实心，往右。然后这里是大于等于负二，小于等于零，好，这里是负二，大于等于负二，小于等于零，来，这个是实心，好 ，OK。来，要同时成立，你告诉我应该要找哪一段？大于等于八。当然是这一段啊，对不对？要找同时成立的嘛，是不是这一段？这样可以吗？好、哦，要在这个范围内，又要在这个范围内，要找同时成立的。有些人用看的就知道答案，但如果你不行的话，那你还是把数先画出来。所以最后的答案是多少？八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多少？十。好、哦，它有单位，单位是公尺。它很龟毛，要求一大堆。如果你要满足题目的限制，你的 x 哦，你这每边的长度要限制在8公尺到10公尺之间，这样了解吗？你觉得说题目难不难？欸、真难啊！我觉得这有点难哦。哦，对你们来讲，应该是文字的叙述有点冗长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这个稍微了解一下。这是221页例题11，这样可以吗？今天午餐吃什么？今天午餐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猪排。猪排，哦，好棒哦！赞。然后突然有东西这样子。对啊。哦，还要撑好久。可是还有好久。什么还有好久？25分钟。可以的，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哦，这个可以，我还要留一点，这个下礼拜一还要上。OK， 谢谢各位同学，好，这堂课就这样。今天大家都在赶课，数学课。